好了，现在我们又来颁另一个大奖了，是最佳男主角。我们又看看五看看片吧。最佳男主角最后五强排名不分先后，陈山聪《金宵大厦二》。三千大千世界，有几多个你，几多个我？马国明《白色强人二》。律师分娩之后，我会帮呢对连体婴做心脏分离手术，总之两个 B B， 一个都不能少。陈展鹏《超能使者》。你在边度啊？你在边度啊？刘江。林敏聪《下楼上车族》。我想话俾你听，翻屋企几世唔系问题。唔想见到佢，我而家攞走佢，唔使你含冤，得唔得？周家乐《痞子殿下》。着衰都系你，如果唔系为咗保护我，他就会跟我上山找贼，他就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啊！而家揭晓下，睇下先。诶，偷睇下先。俾你睇下，俾你睇下，俾你睇下，系咪你心目中噶？系啊，绝对系我心目中嘅最佳男主角啊！最尾个字有个冲字嘅喎。有个冲字嘅，咁究竟系边个冲咧？咁其实系边个冲咧？吓、啊！好啦，我哋宣布啦。我正式读好嘛？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最佳男主角陈山聪，金宵大厦二。陈山聪2019年凭住金宵大厦晋身最佳男主角五强，今年终于首次登上视帝宝座。在金宵大厦二，一人分饰多角的他，无论是渴望找回记忆的 Joey、 浪漫的咖啡师，定是充满谜团的精神病人，都演绎得出神入化。今晚他再多一个身份，就是新晋视帝。恭喜山聪。非常之感恩啊！喺我嘅人生马拉松入边，我觉得最困难嘅唔系面对自己失败，我觉得最困难嘅系点样由失败企翻起身，而步向成功。今日我想同呢十年嚟帮过我所有嘅人讲。我終於可以踏進成功一步，我做到，多謝啊！撩我啦，我知啊。首先我要多謝《金宵大廈二》《金宵大廈一二》嘅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所有嘅演員，特別要多謝我嘅好拍檔李思華小姐，佢今晚真係為咗我特登翻嚟，多謝你，多謝編劇、編審。Ruby， 最緊要多謝我嘅好巴打，多謝你咁大膽揾我做金宵大廈嘅男主角，成就咗今日嘅我。多謝你阿細 ，I love you，thank you。啊，當然我要多謝 TVB 喺23年嚟不斷咁樣俾機會我提攜我，特別係呢十年俾咗好多機會我。有三個人我一定要多謝。不是因為我今天成功而多謝他，是因為在我最失敗的時候，他三個怎樣幫我。第一個幫我的人，當時他的身份是掌門人，今天他是我們的總經理。多謝你阿爸，多謝你在我最失意的時候問我還想不想拍劇，你幫了我很多。另外兩個我是一定要多謝他，如果不是他兩個執回這個白燕星回來，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陳山聰。這個恩我永遠都會記得，你兩個怎樣雪中送炭。多謝珍姐，多謝樂小姐。
最後多謝，我要多謝，一定要多謝，多謝屋企人，多謝支持我人，特別多謝我老婆，多謝佢依十年嚟咁為我付出咗咁多，包容咗我咁多，生咗一個靚仔過我嘅阿仔 Jacko， 多謝你 ，I love you， 多謝我 fans， 多謝支持我嘅所有朋友，我會繼續努力拍好我個劇。最後我要多謝另外一個最緊要嘅伯樂 Jazz， 多謝你 ，Thank you。